这是一个八寸的 TFT LCD 的萤幕，它没有背光，所以很适合阅读。那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发现这速度是非常快，相较于目前的电子书阅读器的话，它翻页速度的话是十倍的快，非常非常快速的翻页。那是它看书的特色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做笔记。好，这做笔记。那我现在先新增一个页面。好，今天是 Computex 2010。然后我很快的去捕捉一下我们这个摊位。好，我们再进入到这个笔记功能。我现在新增一个页面。写这样子比较快了。写字。好，我做个拍照功能。好，将目前的这个 eTablet 的这个字样给拍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们以前小时候玩那个画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会写字。那这个是就可以做任何笔记 eTablet。真有错吗？好，写上日期。然后，当你觉得不满意的时候，可以反过来直接把它擦掉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变更这个笔的粗细。写出不同的效果。